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光临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永和这里来吃晚餐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开始了吗？有哈。我先看一下嘛。最近一个月，我每次坐公车到志光黄昏市场买菜，经过永和国小站，都会看到这家店。隐约记得好味道排骨饭在北车站附近也有一家卖江浙口味排骨。今天特地来永和店吃排骨饭，同时回味一番。好味道排骨饭餐厅附近没有捷运站，只能坐公车。他们主要做便当外送服务，中晚餐时间很多外送员来此取餐。我要一个鸡腿排骨饭，加卤蛋吗？好，然后一个排骨酥汤。我今天点的是排骨炸鸡饭，大碗中有一块炸排骨和一块炸鸡腿肉，周边有一些配菜，另外我还加点一碗排骨酥汤，这样一个人吃很丰富。排骨是江浙口味，猪里脊用五香粉、砂糖、酱油先腌制过，入锅大火油炸，焦香带甜，非常好吃。鸡腿肉也是用同样方法处理，有一点盐酥鸡的口感。吃完饭，照例到志光黄昏市场逛逛，买些水果。今天人潮不多，大概是比较晚，快要接近结束，许多店家已经开始收摊。来志光黄昏市场最好的时间是下午4点到6点之间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